从今后不会一个人生活，没有我的时候，你要一个人好好过。中心报告，来宾刘嘉荣、刘嘉荣、刘彩薇、刘彩薇小姐，您的朋友在红十字气球下的联合服务中心等您，请您迅速前往会合，谢谢。好不好？好，你的眼睛为什么又闭起来了呢？
Thank you.